厂子给他买嘛，买根枪。我也是混社会的，是吧？我也是社会人，想整点。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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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冒蓝火那个，哒哒哒哒哒。王哥，你不说让我再打电话，我试试嘛？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？我试试咋的呀？啊！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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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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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他妈咋的了？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别冲动，我买把短枪，打个筋儿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我买枪没有枪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十把。我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，等我挨着房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集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你别冲动，我老王也只有一句话，我只有一句话。喂，如果我要的一分是一那我就失去了你这个学历。你也知道我没有得过多少，可是人最贱的是。